我跟你们说啊，如果你是这蓝色花呢，你就不带药了，知道吧？不要药了，瞒着打野，石头人上单，我靠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啊？碾碎他！双打野啊，双打野，这是螳螂抢了一手瞒着的打野，抢位置了。巨魔就是国王，这就是规矩。全军出击！我的棒子最大，你可以打自家的蓝呢，但我们家打野还玩不了。他要是个不费蓝的英雄，是个福耶哥啥的，我给他拿了还行。他玩个阿木木，我还给他蓝打了，我也太不像话了。嗯，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瞒着带着疾跑，太跟我打了，这么喜欢对拼，我的妈呀！这就只能硬拼了，没办法，我也不跑了，我也跑不了，咱也不跑了，拉倒吧。正常 AQA 感觉应该能打过他，石头人你在这瞅啥呢？好看吗？你是觉得你二级石头人能打得过我一级巨魔是吗？你听没听过一个英雄，他的名字叫做一级战神。那么这个英雄他必定是巨魔。我在吃人的时候，奥拉夫跟巨魔打他也是个屁。谁一击能打过巨魔？没有，没有人，武器大师也不行。顶你们！哎呀，平 A！ 我靠，石头人大嘴巴子还挺疼打野。乌迪尔能打过，乌迪尔也打不过，一级巨魔是无敌的。我打不着呢，我不乐意放你，你看不看吧？啊，你看不看吧？巨魔领域顶咬，哎呀，我蓝 buff， 我操你！他们正在破坏我的好心情。要不我们试一下子，一级巨魔跟乌迪尔打一打。我觉得打不过，既然这螳螂非得要送一个，那行。吃我一咬，我应该死不了。无敌了！
们家的人是真多呀，来了个蛮子，不对，先来了个石头人，来了个石头人，又来了个蛮子，来了个蛮子以后又来了个螳螂。五二一，哎，你们呀，这右键这蓝不用回满，我们这蓝用不完。记着点啊，一会儿我们乌迪尔跟巨魔对拼一把，行不行？石头人五级，但他们快要变丑了。不玩西兰刀，我们用 Q 就是蓝越打越多。我在吃人的时候，还放点调料。先把药吃了，让他抠。这边有炮车啊，先在塔下让他打，他把扣一放了，我们就可以杀了，直接放 W 给大摇点啊，回血呀，可恶。1200来提亚马特，打个峡谷先锋，我帮你打一打，你交什么惩戒？吵啥呢？快打呀！别磨磨唧唧。站在这里把那塔拔了，先过来直接推塔，然后石头人啊，我们过来咬他，过来以后他会发现塔没了。你防御塔呢？不是你也打不过我呀，这先跑一走，不着急啊，咬一下，顶一下，回头，该我追你了。哎呀，这。我跟他同归于尽好了，我应该咬他的，哎，我咬着防御塔好了，我应该跟他同归于尽的。虽然他最后一下砸出来，我一个 AQ 试试看能不能把这塔给咬了。没事，这 buff 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就去。谢谢，这个叫阿玛若0000的飞机。这些阿玛拉0000的两个阳光飞机，
没事，二塔没了。顶一下，让兵线进塔，石头人去中，高地就掉。石头人的现游戏啊，现在已经结束了，因为石头人根本打不过那个超级兵。一下子省得我们不够用。哎，就别人就不杀吧，就非得就硬追，是不就非得要硬追。我闪一手，我顶你。螳螂就一直追，我在吃人的时候喜欢放点油料，死了，烫死了。就把下路的卡皮吃了。现在的人都不基本上都不打打匹配，都打排位。我以前最早的战斗之夜，我们都不打排位，我们只打匹配赛。我顶。我咬。开了，要蓝不要命，把中路塔皮都吃了。对不起，还不行吗？错了还不行吗？这点烟给我浇的。不吃了还不行吗？弗雷尔果断是我的。下路二塔没了，看着石头人打着超级兵啊，打不过，普攻伤害等于零，技能伤害打不掉血，一个超级兵现在是2400滴血，比我多了200血。随便走，让他们走。顶他拆他。拆完我就跑。
回家。这么早拆了，队友没经济了，我都给他们加到要拆没了，你跟我说队友经不经？啊！我都要给对面基地都给拆没了，你跟我来了一句队友有没有经济？